汪小菲的妈妈张楠也是刘畊宏女孩。近日，张楠晒出在自家花园跳《本草纲目》健操的视频，引来众网友的夸赞。别看张楠今年已经64岁了，但身手依旧矫健，身材也保持了非常好，跳操的速度甚至不输20岁出头的年轻人。之前汪小菲直播卖货时候，张楠就会一直默默站在身后跳操，陪儿子一起直播直到深夜。难怪网友会感叹张楠直播一整天是有原因的，状态实在是保持得太棒了。张楠一边跳操一边还能和网友唠嗑，最后还喊话和刘畊宏抢人，要网友做拦截女孩。汪小菲给刘畊宏打赏，张楠跟着刘畊宏跳操，看来一家人都成为刘畊宏男孩女孩了。不少粉丝的积极性也被张楠调动，跟着开始跳操运动。不过也有网友觉得张楠年纪这么大了，就不要太拼命了。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当你登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，你才知道风光无限。